马来跟中文跟那个瘦放在一起，跟瘦，那正面还有英文、那個。上面这个看起来像符号，底下这个像吗？看起来也像，那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凹痕。这个东西就是在中国通行的正品，当时广东人的坏习惯。有格线是田黄点，是鉴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。哇，真的啊，真的田黄、啊。今天晚上11点，敬请锁定东森财经新闻台《梦想街57号》。